再动，就断了你的尾巴。之前和你一起的夜袭物怎么不见了？你见过他？原来你在乎他。陛下，最近派出去的探子都没有找到叶二小姐的下落。根据圣国符箓所说，叶二小姐也应该并未返回圣国，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是臣是旨，继续找，掘地三尺也要把它翻出来。是。白羽，加官战事如何？听说对面粮草已经跟不上了。回陛下，据密探回报，圣王生性多疑，叶啸负伤，圣王颇有微词。此次叶青羽出战，许进不许退，军粮军饷都十分苛刻。刘副将，我们的粮草还有多少？口粮已不足三日了，将军。井寇每日都来攻城，将士们的口粮和伤药削减的厉害，很多弟兄都快撑不住了。而父连失三城，举国蒙羞，所费粮草甚巨，今官仓空虚而自取筹措，加官失守，故定将夜市满门抄斩。先将粮食发放给兄弟们，剩下的我明日再想办法。是。那叶青羽就是靠着一口气硬撑着，圣王昏庸，居然还有如此良将带兵上阵。最近可有猎得什么厉害的妖兽吗？属下听闻附近山中有一气味妖狐出没，已派了人手去猎捕，但还未曾猎获，是属下失职。看来是遇到熟人了。无妨，孤会亲自去。没想到今日猎妖竟然有意外之喜，故人重逢真是巧了。再动就断了你的尾巴。谭太静，之前和你一起的夜袭物怎么不见了？你见过他？原来你在乎他。我可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，所以才问你的呀。孤今日突然不想杀你了，你或许还有别的用处。这是以月族的秘药，吃下它，忠于孤，替孤做事，便不会有任何反应。可若将来你背叛孤，便会受到万重噬刑，暴体而亡。怎么样？你是吃下它，还是？孤就要多一件狐裘了。嗯，慢着，我答应你，